淮山铁棍山药，很好的，可以改编。龟分奖可以改编。铁棍山药，淮山药。来，访问一下龟分营养专家，山药能怎样？会改编什么啊？哎，摩托摩托。嗯，一个小哥哥，头盔，特别。傻瓜，傻瓜一下。啊？谁？名叫傻瓜。一个老。你要吃傻瓜吗？不，自己讲的。我妈讲的，是吗？讲的，我唔知。这个傻瓜都没好。是啊。大哥，这个叫什么名啊？嗯，这个。叫什么？丝瓜，丝瓜，不是叫傻瓜。十什么十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啊？丝瓜，丝瓜。我想讲拢无意咯，你我又讲啷啥？一种丝瓜。